耶、yeah, 到了。西卡雷特。过一千年后还是便宜。这是连上班的人都在这里。哦，下面这个地下室，很好逛，因为都没人吧。哦，他做成这个塔很厉害，巴别塔。好圆哦。这个地方就是无尽的排队。这个会不会就是可以换衣服的？现在有人了，看我们没人的，在这个旋转塔，不是不要跳起来看吧？这里没人，这里没人。哎、欸，我这边没人，你在我对面吗？对啊，在这边。哦，那你把裤子丢给我。我刚问他说总共会花多久，他说45分钟，还蛮长的。我们一人喝一口，然后看剩多少。一人喝一点就好了。原始人的生活。哦，痛哦。Underground water river. Water river. 好冰啊！好冰，真的好冰。Is that necessary? It's optional. Okay, thank you, sir. 我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穿鞋子了，很痛哎。来不及了，用油的。有45分钟是因为要等前面的人。他爆冲哥。没关系，不要理他。这样就可以游了，这里比较深一点。里面好像蛮干净的。你赶车是不是？前面有人在等你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他去哪里，我倒着游好了。好啊，哥哥等一下哦。因为有救生衣很容易倒着游，前面好多人哦。哦，那边可以扫描拍照，位置就是可以拍到的地方。大概在你的周围，你说你先站着。没有，我这边有脚印。对啊，就在他你的周围啊，在哥哥的周围就会拍得到。好，等一下我来扫描，你们先站在他旁边。耶、yeah! ！好，经过这个水帘洞吧。他们两个跑去前面了，好像也看不到你，好黑啊！等我上去一下。你去啊，我在这边等你。好，我先看一下。Yeah, maybe. You want to step over there and just check if there's any. We 成功的找到手机了。你要跳吗？不要。你说怎样？因为在我的头时。没关系了，你帮助了他很大的忙，那手机可能很贵，好不好？刚好我们跟人潮都避开了，后面都没人了。我的视力很好哎、欸，我一瞬间就找到了。因为我想说有可能在后面啊，我动态视力。这边水很干净的，你看，可是应该没有鱼吧？以后说最怕的就是踢到石头。哇！你看这里，
有一种逃出升天的感觉。你的确逃出来了。你说这看起来是德瑞克来的地方。自拍。这边从头到尾水都来说都是浅的，我永远踩得到底。我以为会有很深，像那个 cenote 那种。老师，我踩不到。cenote 那个太深。我进赛。干枯。哦。Is that real? Me either. 为什么会有这个很不搭的景象？左边，右边。左边，左边。告诉我该怎么走。不要推我，我下去。有这么深吗？有，这里很深。你试着把脚伸下去。真的，连我都踩不到。对呀。不过没关系，有救声音。这里很酷哎，树枝密林。如果我会撞到，要告诉我。那是什么？我会撞到吗？好。我没有在动，我只是停在这边而已。下面有东西吗？我要撞这个红树林，这还是蛮酷的。你好近啊！你太近了。你脚不要踢。耶！我要自拍。自拍啊。我在拍了。哦，好大哦！你拍那个鱼哦。哦。是真的吗？对，是真的话，他们也打不到我们。其实我这边还踩到哎，那个好像更大。你不那么快到转角，你看不到我们了。你要去哪里？我先等我一下啊，要到了。河道区吗？对。哇，这里好滑哦。欸，另外一边游过来也会跟我们在同一条路。要走上去拍吗？还是算了？我们就往前好了。哦，在水里面就好了。我们就录影就好了，这样子。因为这是广角，应该拍得到。好，我们四个人站近。四个人站近一点。好，他也没有在拍，他就是录影。耶、yeah, ，好爽哦！好，走。这个跟手机比起来，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浮起来。那 cenote 如果你带手机进去，你就掉下去等。对啊，那个十几二十公尺深。就献祭了。对，变成献祭的手机。你可能要哇，这段超深的啊。快哦！不要突然冲这么近，脸变超近的。我有。终点该不会刚好就是一个餐厅吧？谁先都可以吧？突然觉得身体变得好重啊！脚好重，耶！我们玩完了，还是你要再去玩一次也可以。他可以无限玩，他可以，你可以走不同路线，他有三条路线。好玩，耶！可以淋浴了，很冰对不对？很冰是不是？啊，我有点不想冲哎，太冰了，很冰吗？没有。哦，好。还好啊，没有很冰啊，你干嘛？等下我们袋子运送过来了。哦，这个沿岸不行，你下去被冲上来撞到这个岩石，会痛死，会喷血。好，走吧。那就是经过这里哦。我们去换衣服，然后看要不要吃东西。他们在这边给大家拍照都不会走，哎，为什么？
习惯了是不是？我们可以在这边拍一张，哎，还有照相的。过来一点。他会逼一声。好。家就是 Mexican Cuisine Cafe。你不喜欢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去看。我看你们。好，去去。这是冷冷的吗？最喜欢的瓜卡。哦，这什么？这是起司吗？好可爱哦！哦 ，Cheers！ 哦，这是什么？甜点区，好多东西哦，我不知道吃什么。鱼，哇，你这是什么？自制塔口的，这是塔口吗？你怎么在这边吃面？这还没拿回去。有啊，在最前面，这里啊，这里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乱做的 tacos， 你那个里面有包东西吗？它豆浆其实闻起来有一个特别味道，就喝起来真的很甜，但是很好喝，我觉得。哦，这是肉桂吧？肉桂豆浆，你那是硬的饼皮吗？你没有拿一开始的鸡肉吗？这包鸡肉还是猪肉，在最前面，在这个长条条的旁边。哪一个是羊？哪一个？啊？勾去食的。羊，没那个肉。Enjoy， 来加速，好吃啊！真好吃哎，随便乱包东西都好吃。哦，那辣椒好辣。喝什么拿意大利面啊？真的。他喜欢吃就让他吃啊，没关系。这个辣椒很辣，幸好我们选墨西哥菜，我觉得吃起来很过瘾。那我们很多食是我耶，那汁是水。好喝吗？还不错。那guacamole好吃吗？你有吃吗？嗯。好吃哦，嗯，这样蛋炒实在是不好吃，嗯，硬的很奇怪。现在走到中国城，最前面，最前面。等下带你去吗？哦，辣椒吃起来辣，好爽。哦，好爽哦。它这个辣椒绿绿的那种，不过拿绿绿的那一颗一颗很大颗。最辣的就这个，你喜欢吗？超快！他刚第一盘的时候不知道在干嘛，用吞的。他刚才就是用在搓搓，这样慢一点，但是他在吃。好玩吗？为什么？吃的话怎么可能会好玩？这是我第二盘的自制乱七八糟食物。我好像喝过，是石榴什么？像不像洛神花茶？哦，也蛮像的，会不会是同一种？哦，好好吃哦，这脆脆好吃呢。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脆的，脆脆的好吃哦。肉整个名字也超真的，我喜欢。这边的亚洲人就比较多了，这个乐园里面，我看到蛮多韩国人。好吧 ，OK。水果好吃哦，香蕉。还可以蘸炼乳啊，很好吃哎！那个彩色那个是，它就是各种水果颜色的果果。你看看爸爸这杯重量杯，这比你大哎，好大一个，这太夸张！爸爸饮料很大，玛格丽特自备的饮料总是比较大。你知道有一种食物，它就很像吸管一样，不会？你看看，不会吵？你在玩这种吗？有点像那种植物的根。那是那种根茎叶茎，这个orange， 它是不是插错边？应该这是正常的，应该在里面。对啊，肉应该在里面，或者肉是捂在外面。冬冬，哦，真的很闻到了，真材实料。好，那你可以去吃冰淇淋了。做超漂亮的，香草的吗？好吃吗？没帮你哥做一只吗？没有，自己做的。好吃吗？嗯。我还是很怀疑这样讲到你们两个都这样讲啊？我问你的时候你是这样讲，我听得懂啊。OK， 我以为你听得懂。这是什么？冻了。冰淇淋果冻。这是放一个碗，都不是我忘了。其实我是拿汤碗。
哎、欸，你们坐下来就已经把那个果冻吃下去。噎到。你为什么要拿牌子？有马吗？嗯，是真的马。这家厕所有没有冷气？为什么会有花给你？厕所人给你的。你要干嘛？姐弟，你要干嘛？你不要再拿花了。一朵就一朵就，你要送给我们的是不是？没有，是什么公司的？哦，很棒，超冷，22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不会阿摩尼亚的味道。台湾在设计厕所的时候也是冷气会比一般的还强一点点，原因会把那个空气压下来，不然会很臭。为什么？他们的好像他们的零食吧，糖果。你要不要吃一半看看？你要吃一口看看吗？还不错哎，软软的。这个还蛮好吃的，我要记下来这个，很好吃。人家卖牙糖，没有，在哪里？在附近，在车上。然后开车十几分钟，开始了吗？开始了，看到他吗？你的头打到那个弹箱。觉得很多小细节上面很用心。刚进去才看到他写说 ，Give this ball to the woman you love。然后上面写说 ，When I saw this ball, I thought of you。嗯，就是男生如果去上厕所的话，回来就会带一朵花给跟他一起来的女生，然后女生就很高兴，他们今天心情就会很好，他们在这边就留下快乐的回忆，下次就想再来，或者觉得说那个。你应该说 Who are you？ 对啊，我想把弄破啊。真的吗？我想说把花。你想保留花而已是不是？好，那把花保留着。谢谢你带花来送给我们。是真的花对？你是拿来送给我们的吗？谢谢。这是花瓶吗？对。